混凝时间，圣母升天。它的创作者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阿尔格列科。这幅画高达3米，描绘的是圣母受圣灵召唤，从人间升向天堂的场景。从画面底部的人间悲痛且压抑，画面中间的玛利亚正在升天，到了顶端，圣灵显现，一片灿烂辉煌，呈现出天堂一般的场景。在画中，格列科展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东西：罗马的构图艺术、威尼斯对色彩的娴熟运用、荷兰的肖像般的细节。这幅画创作于1577到1579年，现在保存在芝加哥艺术学院。正如我们上一集所介绍的，在这幅画中既有传统又有变化，从人间到天堂要穿越云层。画家巧妙地把人间、云层和天堂三个空间都呈现了出来，从而再现了升天这一动态的场景，画面极富戏剧性和感染力。下一集我们将欣赏毕加索的作品《混凝时间，法国巴黎》。